原标题：雍正称帝后，四野党成员都有哪些结局？雍正可谓是清朝最为勤奋的一位皇帝，对待政务兢兢业业，每天的奏折都会亲自批阅，且数量庞大。据说雍正为了批奏折，每天只睡四个小时。雍正皇帝之所以少子，正是因为他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处理政务上，故而忽视了后宫的妃嫔。虽然雍正帝的政绩优越，但他继位的过程可谓是掀起了一场腥风血雨的斗争。当年九子夺嫡和其的惨烈和无情，雍正可谓是一路踩着他兄弟的尸体继位，这份权力来之不易。而雍正帝之所以能够顺利登基，除了他自身的权谋和智慧，也离不开那些忠心跟随他的四野党。那么忠心跟随雍正帝的都有谁？他们又落得一个怎样的结局呢？首先，雍正最核心的一位支持者便是允祥，他是康熙的第十三子，也是忠心跟随雍正的好兄弟。雍正顺利登基后，第一时间就将允祥封为和硕怡亲王。后来允祥还光荣成为了铁帽子王，得到这个权力的皇室子弟可不多，此前也只有八位亲王而已。允祥能得到如此殊荣，足见雍正对他的重视。其余支撑他的皇子虽然不是关键人物，但也得到了相应的爵位和职务，比如允禄和允礼等人。尤其是允礼和雍正相处也十分融洽，还成为了顾命大臣。除却皇子之外，便是雍正的一些亲信或是大臣，比如隆科多和年羹尧，在关于雍正的影视剧中都有涉及到这些关键人物。康熙的皇后佟佳氏曾是雍正的养母，而他的弟弟隆科多便是雍正的舅舅了。作为舅舅，隆科多定然是支持雍正的。雍正登基后，自然也不忘提拔舅舅，隆科多也尽职尽责，为雍正帝办成了不少事。但是功成名就的隆科多在有了一定的权力之后，也逐渐变得骄傲狂妄，雍正也对他感到失望。隆科多的结局也可谓无比唏嘘，曾盛极一时的他却落得一个被抄家的结局，自己也在监牢里幽禁终身，郁郁而死。而年羹尧也是站在雍正帝这一方的，后来担任了将军一职位，掌握了兵权。但是年羹尧的野心过于膨胀，雍正也逐渐对他起了戒备之心。年羹尧却变本加厉的做僭越之事，贪污腐败，无一不做，最终被雍正定了死罪。还有一位关键人物便是戴铎，但是他为人处分低调，所以在历史上并不夺目。但戴铎却相当于是雍正夺嫡之路的军师，像一个谋士，一般为雍正制定好了夺嫡的一切计划。不过由于戴铎的策略在细节方面还有不足，雍正并未过于重视他，只是让他做了年羹尧的手下，最后还受了年羹尧的牵连。同时还有一位汉臣也是雍正的支持者，他便是历史上有名大臣张廷玉，算是结局比较完满的一个人，还辅佐了乾隆皇帝，一生活了84岁。可见雍正帝还是恩怨分明的，那些站在他对立面的人都被赶尽杀绝，而帮助他的人只要不做过分僭越的事，结局还是比较完满的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